二，只有会当切使人迈向挂舍、放弃、镇定、寂静、高深知识、觉悟，或者进入涅槃的教义，你才会当肯定伊是佛法戒律，是佛陀的教诲。如果众生拢参像我同款了解布施的功德，那呢众生的污点就被低调或者是倒流在心中。别应用时不时，如果无甲他人分享，因就袂感受到享受。就是最后的一点食物，如果无甲他人分享，因嘛袂感受到享受。做善甲做恶，无乎你问世尊，世尊做恶业的原因是虾米呢？贪、嗔、痴、无专注、甲邪念，这拢是做恶业的原因。世尊，做善业的原因又阁是虾米呢？慷慨、慈爱、智慧、专注、加正念，这拢是做善业的原因。三道的轻重，贪所应受的责怪较轻，然而要纠正伊为时较慢。
生所应受的责怪较重，然而未纠正伊为时较紧。七所应受的责怪较重，然而未纠正伊为时较慢。生儿育女是身为女性的天职，对于小玉，我并非一个称职的母亲，除了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我没什么能为她做的，就连奶水也没办法亲自喂她。我常在想，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我每天辛勤的工作，相信有一天能见到她。我一直疑惑着，没能产奶的姐妹逐渐离去，是不是都和自己的女儿见面了呢？这天我被扣上了项圈，带出了羊圈，大师傅带我穿越了许多尸骨，这些尸骨在我眼中似曾相似，我觉得十分害怕，脚步停了下来，眼前的小身影使我雀跃，原来天伦之乐是这么简单，这么的幸福。这是佛陀的心愿，这是菩萨的心愿，只要不断弘扬佛法，就会有那么一天，不在乎需要多少年，不畏惧路途多遥远，只要佛法尚在人间，世界要诸佛菩萨欢喜众生得大福田。然后现在我们也要直接做下施，各位椅子下有一杯水跟米啊，等一下再拿没关系啊，我们现在要布施水米给他们，七颗米就代表无量无边啊。那这各位平常在家里你都会做这样子的供养啊，有一些食物啊，水啊，点个灯啊放在门口，但是你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啊，为了回向给所有众生离苦得乐。我们以前的动机是哦，我拜门靠，拜土地公，我行李才发财啊，那这样也不错了，只是功德太小了，太自私了啊。那你同样一份东西，你为什么不想所有众生都得到啊？那这样功德更大。甘露施食，现在我们要做下施啊，甘露布施给他们。首先我们要来祈请，但是很多人我说师父啊，我们在家人哪有功德力超度啊，你们出家人才可以啊，错了。慈悲心菩提心，特别慈悲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力量，只要你有慈悲心，小朋友都可以，千万不要说这是出家人的专利啊，你也不要怕啊。佛经明明这样写，上面写的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及诸人天，意欲受持此慈悲方便，方便就是慈悲心啊。
应须招请尽十方界一切六趣诸恶鬼神众，包括天神，天神也希望往生净土，乃至升高更高的天呐、啊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众生永不停息，生命电视接下来请说。